东西，然后吃完以后，刚刚就听到说他们就是要送那个这边那个法院了，所以我想说那一定要来啊，早上看完有始有终，早上有拍到，晚上也要拍到啊，所以我就跑来这边等。听说刚刚佩琪姐已经进去了嘛，然后我现在在等，对，在这见证历史的一刻，因为上次洪安我有见证到，所以这次文哲我也要见证。因为打算要拍到什么时候吗？拍到他人进来还是？他人进来应该就可以走吧？他今天晚上应该会待在这边吧？应该会吧？然后就看明天。通常流程不是就是进去以后，然后抽保释金，然后出来，然后看看我们就在家里吹冷气，看他多久可以抽到嘛，好不好？还有柯文哲，跟柯文哲讲，就阿贝加油，我们还是挺你的。哦，对啊，因为还不是就之前那个馆长说，要是阿贝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他要号召百万小岛包围这边啊。然后结果刚刚最新的那个馆长的直播，他讲说，他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。那尊重他好不好？那他既然不带队，那这样就没有人了嘛。那我们就是来门口看看，我们也不要造成那个警察贝贝他们的困扰，就是晚上也不要来。就我来看热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真的只能看热闹，好多镜头。那现在那个通告。